其实我自己本身对中国的历史蛮有兴趣的，很难得的机会参与到这一部电影。纣王他们这个婚姻是被安排的，他也没有见过杨玉环。那他现在就是我选中的寿王妃了。在婚姻那一个晚上才把他掀开，被他吸引了。他们一整夜都要在这边伺候吗？因为年纪还轻嘛，可能一开始就是比较爱玩啊。OK 了，给我醒来！因为感情上的一些误会，有一些愤怒在，一些冲动在。这是第一次跟范冰冰合作，她都会说哦，你想怎么演啊？你想要把我怎么样？她都 OK。然后你疯了吗？他是你的父亲。戏里面他是演我的儿子。是我的殿下。父王呢？是太子嗣。也请父王小心定夺。大家都是男人，都有背后的一个人生目标。儿臣愿带兵剿灭安禄山的反叛。我知道，你一定是为了大唐。到最后，他释怀了一切。是成长的过程。希望呢，到时候大家可以进电影院支持《王朝的女人》。